你说的好坏，这是你的想法，真实的想法，不是裁缝想不到这一点。祝你生意兴隆。哎呀，谢谢何先生，谢谢何先生。来，哎，老窦，你呢，在这先画个押，把钱领走。具体的店铺的位置。 我们会统一规划。好，到时候再通知你。好吧，请。谢谢何先生。老窦，番建后的回龙场分为南北两条街，你到我负责的北街来吧，北街朝阳。好，来我南街吧，老窦。我们南街有银行、当铺、古董店什么的，来我们南街吧，我们南街讲究档次。也行，也行。好，老窦，先回去吧。啊，请。啊，好，请，谢谢哈。 施先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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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施先
店面就行。店铺啊，您老人家就别想了。您看看这图啊，这个位置，在这条街上我们要盖一个学堂，您呢就在里边执教，月薪50大洋，您看怎么样？太好了，这个，哎呀，我前清的时候啊，我就是个教书匠，耽误多年了。你看看现在，哎呀，人尽其才啊！你别看我老了啊，给娃娃们开门授课，我拍了胸脯了。钱给的太多，每个月50元大洋，逢年过节了，另外还有表示。你看看，镇里的教书匠每个月才6块。你看，你现在给我的钱，这相当于省里面那个中学校长的钱了。那您值，您值。哎呀，请施先生后边喝会儿茶去。哎，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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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那走了走了。哎呀，给我50块大洋。哎呀，孙殿成，向他们申请杂货铺。来，20块大洋。孙建成，孙建军。啊，你是孙建成。啊，我弟叫孙建军。孙建军。啊，你去干民团吧，民团缺人。建军，你先回去吧。那我先回去了。哥，嫂子，我先走了。好。青儿，你们想干什么呀？我们商量了一下，想开家杂货铺。啊，杂货铺。嗯。20大洋。嗯，行不行啊，不行，不行啊。这，您不可以干这个。过来，啊，这是咱们丰雷镇未来的回龙街，在这条街上最重要的一个位置，这里会开一家银行，叫富有银行。这家银行不止掌管着整个镇子的银钱来往，而且还掌管着和上海富有银行总部之间的往来。这家银行就交给你们了，行不行？何先生，何老爷，这可使不得呀！我除了一身的力气，啥也不会干呢。这么大的事情，我们干不了。是啊，干不了。是啊，何先生。这银行得聪明的人管，我们这样的不行。再说我也不会。对啊，不会啊。不会可以学呀，有办法。聪明的人很多，忠厚朴实的人少。你们俩是我见过的
最忠厚朴实的人，银行交给你们，不会的可以去学，行吗？不许跪，起来。以后不许跟人下跪了，听见没？完了，好，回去吧。谢谢何先生。谢谢何先生。何先生需要帮忙吗？谢谢何先生。好了，走了。我跟你讲，你来，到时候呢，不做东西。你觉得靠得住吗？你觉得？我觉得靠得住。那就可靠。二小姐，您知道吗？幸儿他们家管银行，咱们就等着看他的笑话吧。你懂个屁！庄稼汉就不能管钱了？我看未必。后天的能耐可以学。郭普当看中的是他的秉性，秉性是学不来的。全部都安排好了，张总啊，差不多。好，张总大家照相。各位掌柜的，咱们集体留个影，明天呢，整个咱们这条街就开始翻修了，好吧？好。哎，大家请站到自己的位置上。哎，对，来，站到自己位置上。哎，辛苦啊！哎，您坐，马上就开业了。谢谢，行了，坐。哎，杏儿呢？他正往这赶呢。哦，等等一会儿。来不来？我来了。不好意思，我站哪儿啊？站这儿吧。来吧，坐吧。好嘞，大家坐啊。来，各位站整齐，看这里。来，一二三。等等，您叫我？我不叫你，我叫谁啊？有什么事儿啊？我问你有什么事儿？我是路过这里的。说实话，不然我枪打死你。这位大爷，我去县城，路过这里，天黑了，道不熟，迷路了。那边有条道。别没事在这瞎转悠。黑先生好，黑先生好。谁让你们叫先生的？何先生让我们改叫先生的。那是我大哥，在我这单算叫大爷。啊？黑大爷。大点声，我叫一遍。黑大爷。哎，谢谢黑大爷。哎，你干嘛？你干嘛呢？你啊！你看，你
水匠、木匠、瓦匠全都缺。嗯，把周围镇上的人、能人全都找了呀。价钱没关系，只要别耽误工期就行。好。你说你这又不是铁打的，一天就一顿饭，天不亮就起来，再这么下去非熬垮了不可。不碍事儿。行了，放下，你喝碗参汤。我不碍事儿。哎呀，我让你放下，怎么回事？哎，廖大牙的民团现在有多少人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个，他现在是500多人，陆陆续续还会有。他那都是壮劳力，这面得盖房，那面呢又得练兵，现在有点分不开。你动动脑子调配一下。嗯。民团每天5个小时的训练，其余的时间给他调到回龙场，让来运接管，每天双份工资。好。还有就是我想跟你说，咱们现在民团的武器装备不行，都是刘二全剩下的，最好的就是中正，剩下的就是汉阳造还有土枪，这怎么办？镇子建成了，树大招风，没有好的武器，守不住这份家业啊！给查理打电话，然后在上海走私，要最好的武器，有多少要多少。好，我马上打电话。福堂啊，有个事儿我一直想问你。你说你这没日没夜的操劳花钱出力的，你图啥呀？开局。你说你图财吧，将来这回龙街建好了，咱也就收个租金，大多数都拿给别人用的，咱赔本赚吆喝。你说你图名，这世道现在这么乱，咱图名有啥用啊？嗯，你说的对。不求名，不图利，图什么呢？我也不知道。等将来回龙街建好了，这条街的生命也就是刚刚开始。这是我的荣幸啊！哎，我也就算是图个荣幸吧。等我们死了以后，咱们的后人在这条街上一走，说这当年是我奶奶的铺子，这是我太爷爷的铺子。说当年有一个叫何福堂的人为这条街出过力，哎，我也就算是满足了，图个荣幸吧。哎，这个人是谁啊？不认识。哎，回龙街的掌柜里没有这个人呢。拍照那天谁带他来的？我想不起来了，我去帮你问一下。哎，你别去，你先别去。不对，这个人我见过。那天烧大烟的时候我见过他，他非常危险。我去找他。哎，你上哪儿找去啊？你就神经兮兮的。才亮了。他压力太大了，什么事情都想做到最好。再这么下去就得累死。大哥，那边那个银行招人，然后老板让你过去把关。哥，他老板说不想用你设计的门，他想用自己的门，那样用顺手。你俩离我远一点，别打扰我。起来。笑一个，笑一个。
司令。训练。回龙城替你监工去了，尽管的不错。谁让你替我去监工的？你不是病了？谁说我病了？我一枪打死的。你到底怎么了？回龙城开业那天，大家照了个相。那上面有一个陌生人，我见过，很危险，人间蒸发，找不到了。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谁让你追得过来的？我家就住在后院，不能进大门。啊！推走。是。福堂，我告诉你吧，你是因为这些年杀了太多的人，所以被冤魂给缠上。枪了，打，朝这儿打。想杨佳怡这么多年，你也装烦了吧？啊，我帮你。不打了，走。拍过照的所有的掌柜都问了，没有一个认识。怎么可能呢？两边的人呢？啊！也问过了，当时拍照太激动，都没有留意。福堂，我觉得你想的太多了。当时街上人多，或许看拍照过来凑热闹的，说不定是巧合呢。不可能。那个人一定有问题，他很危险，就地蒸发了。让廖大牙再调50个人，日夜巡逻，看见可疑的人马上抓，抓不住就地打死。好。老吴，对不起。
大哥，外面来了几个当兵的，说要见你。对了，他们还开了两辆卡车，但不知道卡车里面放的是什么东西。当兵的来风雷镇干什么？我去看看。老刘，你看，福堂兄，我是楼栋梁啊，楼营长。哎呀，哎，你怎么穿成这样了？这都是查理的主意啊，他让我弄成这样，要不然从上海到陕西，一路上怎么通行无阻啊？也就查理能想出这馊主意。没错。哎，鄙人现在可是少校团长。团长好。团长好。怎么样，东西都拉来了？哎，都在车上呢。大家歇车。兄弟，帮忙。兄弟，帮忙。一路上千山万水的辛苦啊。福堂，你这说什么话？要是没有你的话，哪有我和查理的今天？查理跟我说了，以后这条路就由我来负责。哎呀，其实不用他交代，我责无旁贷，不是我也得是我呀！啊！大哥，大哥，啊！大哥，大哥，来运，楼营长，来运！哎呦，哎呀，大哥。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啊！怎么了？黑八说从北边来一队商队到宝珠山了。哦，来做生意的那多好啊！只是歇脚，可能还要赶路。什么意思？想绕开咱们啊？八成吧。哎呀，回龙街这个商贸停止了好几十年了，外人不知道，也情有可原。一会儿我们去看看。哎，枪来了，我看看。慢点。怎么样？口腔。那这样，来运，你留下陪陪龙营长吧。哎，洗漱一下，等我晚上回来喝酒。好，我等你。回见，回见，回见。简直好久不见了。来，前面走。先生啊，从哪儿来啊？这是关中耀州。哦，耀州，耀州可是产瓷器的地方。是是是，我看这位老爷挺面善，跟您说实话，我这车上装的就是耀州瓷器，准备拉到陇东去卖掉。哦，哎，陇东多远啊？这个路上有一个风雷镇的回龙厂，是个大集市，刚开，您不知道吗？为什么不在这儿做那生意啊？啊，风雷镇的回龙厂，这个盖城路我知道，我早有耳闻，是何老爷盖的，对不对？是。啊，那个回龙厂是何府堂盖的，这姓何的早就是粪桶挂在大门口，臭名在外了。啊，怎么臭名在外啊？你不知道啊？不知道。他可是风雷镇的大土匪啊，以前跟过王三春啊，这烧杀抢掠，什么坏事都干。我们要跟他做生意，哼，也太掉价了吧。也不是他先说那个理儿啊，您是不知道，我们耀州的瓷商和陇东的皮革商啊，打同治十一年就有买卖来往。我们的瓷器啊，在陇东很受欢迎。他们的皮革在我们那儿啊也是抢手货，这么一来二去呢，我们签了一个草定。哎，虽然路途遥远，但是我们两边啊都是互通有无啊。老先生，我看您是个实在人，我也不跟您藏着掖着，我就是何府堂。啊，我您这笔生意
能不能在我们回龙场做了？你们这是要抢啊？这，哎呦，这枪哪走火了？老先生不害怕啊？这样啊，您开个价，我给您现打烊。您这批瓷器拉到陇东值多少钱？您告诉我，我原价给您，好不好？但是路程您可省了一半，这个账能算得过来吧？啊，还有啊，老先生，下次您来到我们回龙场，您的陇东皮革一定给您准备好。对，你要什么我给你准备什么，对，行吗，老先生？啊，共计300大洋。哎呀，东家，东家不好吧？咱都跟那边说好了，你把这东西给我。我这枪怎么回事？怎么又走火了？别老吓我，快走。好，那我们走了啊。哎，好，走走。哎，慢着慢着。啊，哎，老先生，既然都到这儿了，啊，也碰见我了，我想请你们吃个中午饭，啊。想让你们亲眼看一看这个回龙镇的集市，我不是跟你吹牛啊，您老人家这个走南闯北，可能这么多年什么阵仗都见过，但是回龙场集市这个规模，我估计您可能没见过。我们就不去了吧？闭嘴！一会儿又抢走火了。走，走吧，老先生，好吧，好。去！行，请。好，请。哎，各位老板，哎呦，二位，黑爷，黑爷，您来了。昨天晚上我给你带了话，你说湖南那粮队送水做买卖，要以他们的七五秤为准。我说二位爷，这河南的七五秤一斤可只有咱们的8两啊，咱不是摆明了做亏本的买卖吗？是啊，就你们知道，何先生早就知道了。这事情呢，人家从这儿大老远的来做买卖，不能让人吃亏，对不对？各位老板放心。只要咱们有了信誉，还怕我们风雷镇的买卖做不大做不强吗？没错，黑爷，不怕你笑话，这生意啊，自己的店也就罢了，我们这小本生意都要按七五秤走，那我就只剩赔本赚吆喝了。我靠你说李掌柜，就你奸。放心，何先生啊都替你们想好了，每月的亏空何先生给你们补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啊，那这我们就踏踏实做生意吧。小牛，老总，你这去哪儿啊？我们去四川。铁门路塌了，从风雷镇绕一下吧。老总，您打东边来，怎么知道西边的路塌了？怎么着，我说话你也不信啊？信，信。弟兄们，咱们去风雷镇绕吧。走，去风雷镇。走，跟着。我是，够不够尺寸？这够啊，怎么说不够呢？那我量的怎么就不够呢？那你看我这尺子是对的呀。嘿，真纳了闷了。怎么了？五爷，他这短了尺寸了。哎呦，我做布匹生意20多年了，我一寸也没短过人家，你这不是污蔑我吗？啊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消消气儿，别着急。您是从哪儿来，老板？江苏。哦，这布匹也是从江苏那边来的。是啊。哎，我看看您那尺子，好吧？好，这是您带来的，嗯，这是咱们的哈。对。哦，李达，你看，问题就出在这儿。啊，比例不对。对，比例不对。咱们就现在呢，咱们用的是市尺，他们这边呢，一直是上海、江苏一带用的是板尺。对嘛？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一比多少？这是？这是1:1.3。哦，那就不怪人家了。这样，老板，以后你来风雷镇贩布，就按你的尺子，好不好？哎呦，老板。和你做生意真愉快，不客气不客气。何先生，我这可是赔本的生意，我给你补。哎，老高，我给你补。放心，哎，好嘞，来，不跟人吵架啊。哎呀，
所以兄弟辛苦了。嗯，欢迎你们来到我们风雷镇做买卖，兄弟们欢迎。欢迎。欢迎。好好好好。说一声啊！我刚才喊你好几声了，怎么了？什么事儿？那个民团又添新丁了，你要不会看一眼？嗯，好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啊，谢谢谢谢啊！谢谢谢谢，来，谢谢啊！谢谢谢谢，谢谢谢谢谢谢。时辰已到，富有银行钱财正式开始发。先招待一下几位县长，告诉他们准备开席吧。我去一会儿啊。好，你先聊着啊。谢谢谢谢。哎呀，这外甥又来了。舅舅好。穿的这么流光水滑的，兜里是不是又没钱了？是，兜比脸还干净呢。告诉你啊，要多少钱都可以。你这西北大学学法律的，你将来必须给我成为大律师。你得让你爹妈跟你舅脸上有光啊。舅妈，我得干多大事儿才能让舅有面子呀？您看舅什么学历，什么背景，再看这阵势，我这一辈子我也赶不上啊！你精，我告诉你，一见我舅就抓紧拍马屁。哎，舅妈，我没拍马屁，我说的是实话。现在这个世道，只有像我舅这样的人，才能不被人欺负。我不想读书了，没意思。说什么呢？你也不想读书了？你不读书你干什么呀？我看上个女军官，我要跟她好。你看上女军官，你不在西安待着，你回来干什么？我没钱了，我打电话问我妈要，我妈不给，非得我。给你妈揍死你不可！你别打，给我点面子行不行？面子都是你惯的，你差不多得了啊。我就这么一个外人，我不惯谁惯？舅，你要是给的话，你多给一点儿。谢谢舅舅，舅你放心，我会好好给您当外甥的。哎，跟我说说，怎么给我当这个外甥啊？舅，其实我在西安这几年也不是白混的，军政界、金融界、法律界都有咱们认识的人。你要缺什么，你跟我说，只要是有钱呢，嘿，委员长的委任状我都能给你弄过来。我跟你说，哥们，什么都行。不许吹牛，要脚踏实地啊！吹牛这习惯不好。舅，我没骗你，我都知道你的对头王三春在什么地方，你信不信？王三春不是死了吗？对啊，王三春死了，怎么可能呢？别瞎说，王三春死好几年了都。不可能，我离开西安之前还和特战队的朋友吃过饭呢，他们告诉我的。说王三春在汉中一带祸害呢。淑敏，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是说王三春没死是吗？对啊，西安的报纸每月都刊登他的动向，市民都好奇呢，想看看哪支部队能把王三春给抓了。副堂，这些事儿你都知道是吧？我不知道，我怎么会知道呢？
你给我说清楚，王三春到底死了没有？没有吧，我的先生。你赶紧去看看牛牛去啊！我那边那个县长都等着我呢啊！我先去看看，叫。哎，舅，舅。今天约你来，不是谈别的事儿，是谈一件喜事儿。什么喜事儿？你这几年在局里兢兢业业的工作，这是有目共睹的。可是你只为了工作，却不考虑个人问题。你自己不考虑，我得老牵挂着呀。局长，不瞒您说，我曾经有过家室，一场变故。爱人走了，从那以后再就不想他了。你先让我把话说完。北平沦陷以后啊，燕京大学一直在苦苦的支撑着啊，就是你过去的学校吧。我的一个至交好友梁老师，他想把一个女大学生调到西安来，他叫程丽雪。这个人有些激进，听说和几个男同学一块加入了抗日决死队。梁老师和我一样，都惜才呀，他也想把他调到西安这个大后方来安顿下来，能找一个靠得住的丈夫，好拴住他的心。我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你。局长，这个合适不是？哎，如果你不反对，那么我和梁老师就替你们做主了。这个人呢，父母去世早，家里面还有一个妹妹，现在就在西安，是一个军人。一切都还算好。局长，你得让我……哎，你先不必马上回答我，回去考虑考虑，时间还是有的。行，那我就先谢谢局长。来，你喝茶。怎么不先打电话呀？我确实有急事，站长。你先看看这个。走吧。哎呀，看来你在教育局干得不错啊。你们局长这么器重你啊，连媳妇都替你操心了啊！您别开我玩笑了，行不行？我当初进教育局，那燕京大学的毕业证还是您帮我伪造。燕京大学的门上哪边开我都不知道。我是担心啊，这个女学生一出面，不就露底了吗？嗯，这先放在一边。如果你不答应，你们局长那才是有问题呢。哦，照片看过了，站长。没您的同意，我敢吗？先看看吧，姑娘挺漂亮。